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卫小便。那这个礼拜韩服更新之后，照理来说，他们应该要推出这个哈弗 NL 的减伤的这一罐哦，大家都很期待这一罐。可是呢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哦，官方竟然没有把这一罐把它放上来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没有放上来，这个影片到底要讲什么？好，当然了，我们还是有东西可以跟大家讲，所以才会拍这个影片嘛。好，那从这边来看的话，我们当然是看不到这个减伤的万能药，所以是有点可惜哦。不过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，目前的这个万能药制作，就哈弗 NL 制作呢，最高的是这种晕眩命中、晕眩抗性，来到70罐制作一瓶。那减伤的话呢，有可能会比较贵哦，有可能比较贵。好，那减伤的话，这个哈弗 NL 它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哦，从这个选项里面。面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最下面这边啊，它其实已经把哈弗 NL 减伤的这个已经把它放进来了，所以最多呢就是可以加五，也就是说意味着哈弗 NL 减伤的它最多可以用到5瓶。另外有一个蛮重要的消息，就是这个礼拜韩服他们推出的礼包哦，在他们收集里面呢，他们新增了一个永久收藏，就是这个减伤的哦。那这个减伤呢也是加一，然后你只要4个凭证就可以去兑换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有这个防御啊、回避的啊，跟这个减伤的这两个。都是属于这个防御型的，这个算是收藏，而且它都是永久的哦，4个凭证就可以去换一个能力，相当的划算。那这4个凭证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从礼包这边来看的话呢，4个凭证就是价值8000钻以及里面的这个东西。好，那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礼包里面的东西哦，它在里面给你6个这个祝福赋予卷轴，22个药水以及1个凭证哈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呢，你买4包就一个。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收集品的啊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总共是有3种啊。大家如果到时候要买的话呢，可以看你需要哪一些东西哦，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啦。好啦，那么这个影片呢，短短的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到这边。后续这个万能药如果有上架之后，我们会再跟大家做这个持续的追踪，还有这个报道。那么这个影片呢，就分享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